这绝对是哪个猫头鹰抓过来的，这个腿还被弄断了。喂，猫头鹰儿，今天下雨，早上没喂，应该是饿坏了。饿坏了，饿坏了。来，快！嗯哼，瞄一眼哈，回来的好像，老六嘞，这里面没有老六，老六早上没喂，自己觅食去了还是咋地的？这里躲了一个，还挺飞这个小家伙。你是不是我的？老六，真没老六啊，这里面。老六说不定不吃了啥东西了。哇，好多啊！瞄一眼哈，这里一个，这里有两个，三个，又来了一个，这里站了两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哦，在这边，看到没有？这树枝上面。这里有一个，到处都是，摇头晃脑的。老六今天突然就变得没有条件反射了，叫都不来，然后声音也变了，也独立了。这玩意就是这样。他慢慢不是能力强了，他不饥饿，他就不找你了。看这两个长得完全不一样。变声了，声音变哑了。老大完全是变声音了，叼走了。那你叼一个了，不饿啊？不太饿，他今天，我感觉他昨天抓到猎物了。以前他我这个饿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饿的时候早抢风抢第一个跑过来。不得选哪一个？不知道选哪一个，太多了。你要哪一个？一个咬一下。服了。不要啊。不饿，不饿，
不，他都不吃。什么情况？在哪里来的？这还没断奶的。在这饲料盒下。在这下面。嗯，冻死了。这哪里跑来的一个老鼠？是不是往它阴叼来的，然后丢在这里了？不知道，很有可能。这绝对是哪个猫头鹰抓过来的，这个腿还被弄断了。哎，他们已经吃饱了，看到没有？好好好。是谁？不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不饿，刚吃了一个。绝对是拿个猫头鹰抓过来，然后在孔雀框子上面掉下来了，掉到里面去了。会抓老鼠了，有的。像老六今天不饿，今天不饿，说不定他抓到老鼠了。老六，这个刚吃饱了，也不饿。那老六就是他不吃屎的了，感觉。看是不是老六？是老六。应该是他们捕的老鼠，然后在那个筐子上面吃，然后掉到里面去了，掉到孔雀里面去了。说不定就是他抓的，他今天不饿。然后很多人说喂白鼠，野外没有白鼠，他们是色盲，他们白鼠和灰鼠一样的，对于他来说没啥区别。这老鼠还没断奶嘞，不知道哪里爬出来的，然后被他抓住了。猎就是适应环境，适应了它就能抓得到。它不饿它也要抓，刚喂它都不吃，喜欢活的。是不是？它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的嘴巴，叼走吧，叼走吧，它不饿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要免费了吗？它这个。太大了，一只多余。行吧，掉了。哎呦，下大了。掉了个老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孔雀抓的老鼠，转念一想，觉得是他们抓的。冻的不吃，你要吃活的。叼走吧，带走吧。那不走。他抓到了这个藤，然后他想飞，飞不动。
笑死了。